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 啊。今日带大家来到沙田第一城11座的一个高层 F 单位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484尺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记得跟我们联络啦，可以介绍其他第一城的优质笋铺给大家的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